今年七岁，今年七岁，我超漂亮的。宝贝，你跟大家说你是不是一个正常人？你觉得世界上谁最漂亮？我。嗯，我是说以正常人的方式说，你觉得 你真的觉得你最漂亮吗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就是有翻白眼或者其他东西？我 OK， 我拜托你，拜托宝贝，我拜托你用一个正常像我这样，我示范你看，我是许希恩，我今年几岁，什么巴拉巴拉，你可不可以这样来一个快一点？我今年七岁，我超漂亮的。你刚刚是不是有偷喝我的酒？没有啊。所以你天生就是这样。